今天天好阴呀，昨天天特别暖和，然后我整天厨房、客厅还有这个卧室阳台的窗子一直都开着，特别大扇儿。结果今天早晨一醒来，哎呦，好冷啊！我的厨艺现在就像这个天气，真的是猫一天狗一天，变幻无穷。刚刚去楼下拿了七鲜的外卖，然后这个是一袋冰糖。那天做红烧肉做岔劈了嘛，所以这次我要再正经做一次红烧肉，专门买了鹌鹑蛋。现在的猪肉真的是太贵了，这一盒五花肉50，350克，然后这个是很好吃的一个甜瓜，这个是豆腐，因为那个五花肉太贵了，然后我就买了一包猪蹄块，我准备和这个五花肉一起做了它，1000克，这个大概好像是40块钱吧，然后这个是绵白糖。有机玉米粉，这个比较重要了，就是我今天下午要做的下午茶，我要做一个玉米味的舒芙蕾。其实这个玉米味的舒芙蕾最主要的步骤就在于发面，然后材料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，牛奶、白砂糖、酵母、两个鸡蛋，还有玉米面粉，先把这些打在一起，调和好了之后，最后再放酵母。因为今天天气也很冷，还是放在烤箱里发也比较好一点。好小一袋，这一袋20多吧。因为我想玉米味浓一点，所以就少放一点白面，但是一点不放不太好，一点不放它会有一些发酸，这个是大王伯告诉我的。然后再放一些白糖，然后再打进来两个鸡蛋，我先搅一下，然后开始放牛奶。这个它不像蒸包子那种和面，要把面弄得很干那种，这个是一定要弄得特别稀，能流动。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. When you worry, you make it double. Don't worry. 好累，看无敌搅拌手。好，现在就剩这一步，就是放酵母粉了。正常的会用温水七，但是我又觉得实在是太麻烦，比较懒。所以我就直接倒了，这样。我上一次蒸包子的时候，应该就面就发的不太好，应该是水太热，把酵母给烫坏。好，拿保鲜膜。landlord say your rent is late. 发酵的时间直接写2个小时吧，2个小时的时间发酵，然后大概过1个小时的时候我再来看一下。好了，现在就可以去看电视剧啦。我刚刚洗了一个澡，然后又好好的洗了洗头，洗完之后又收拾卫生间，然后擦身体乳，反正现在已经3个多小时过去了，我的面还没发好，还没发好，你看。还跟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差不多。然后我刚刚又跟王博视频沟通了一下，我又重新放了酵母。我们分析可能是因为我倒的那个牛奶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，所以特别凉特别冰，可能直接酵母就被冰死了。酵母也好坏坏冰死了，好坏冰死了。我晚上肯定吃不上这个了，让我先做点饭吃，我也觉得是，所以我现在准备煮一个挂面，然后把中午吃的有点淡的茄子做一个茄子拌面。我只能先吃了饭之后再去做这个饼了，不然我真的坚持不了了，要饿晕了。他们刚刚教了我一个新的方法，说是先把温度调到120度，然后里头放一盘那个水，预热2分钟，然后再把这个面放进去。再试试这个方法，如果面还是发不起来的话，我就放弃了。天哪，发面太难了。现在烧水，我是不是你最深爱的人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新买的那个双11买的那个泡澡桶啊，真的不好，不建议大家买，因为我今天洗着洗着发现它侧面的那块裂了。
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用它了。我要去看我的那个面发的怎么样了。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，距离我说要做玉米舒芙蕾的时间过去了8个小时，这个面不但没发，反而塌下去了。我真的要崩溃了。我刚刚又放了一点面，我决定这样烙一个，看看是成果是什么样的。如果不行的话，我就把它全部都扔了。我的厨艺生涯遭遇了滑铁卢，看来我这辈子都不会发面了。我先尝一下味道，如果觉得味道可以的话，不影响口感，那我就继续把剩下的都烙了。嗯，有点酸，就是有一股啤酒味儿。不行，算了，真的有一股酒味儿，我重新发一下吧。我不信，我一定要好好再发一次。好，让我们忘记过去，忘记过去的失败，忘记过去的烦恼和纠结，让我们重新开始。我刚刚已经先放了面粉。放到这个锅里热一下，好吧。这次我们不讲健康，不讲无糖，我只要好吃。好，我先把鸡蛋温一温，这个温水冲掉。这个奶也冒热气儿，好，现在就把它关掉，然后等它凉一凉。行了，我这就准备开始。嚯！哎呀，现在怎么又全都成粒粒了？啊、哦，就这样吧，因为我提前搅了鸡蛋，所以它有一些颗粒。就这个动作显得我非常的无知。现在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放这个酵母的水了。好像有点太稀了，我再放一点面。感觉这一次失败之后打乱了我整个人的节奏。哎。天哪，这是我吗？看，现在就是这样的。哦，现在把直接放进去，打开炉灯，让我们静待佳音。可一定要发好啊，不然我真的没有办法再面对发面了。现在是凌晨12点14分，准备打开我的烤箱看看发没发好。真的，我真的够了，我天哪。预感是还是没发，又成这个样子了，我天哪！哎呀，我的哎，真的，我烙一个吧，烙一个看看啥味儿。做不成舒芙蕾，就当个玉米面饼子吃吧，怎么着也得把它烙了。绝对是比上一次强多了。哦哦哦哦哦！呀，火大！没事啊，没关系，不影响，不影响。看，现在这个就蓬起来了哎，这个就像舒芙蕾了。哎，我现在尝一下这个啊，
软软的，终于成功了。我要接着唠，把它都唠完，明天带到公司跟大家分享。完成了，玉米舒芙蕾，我终于完成了。虽然更像玉米面，玉米面饼子，但是我不允许你们这么叫它哟，我只允许你们叫它玉米面舒芙蕾。事实证明，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。现在我看现在几点了，现在应该1点多了。行了，再见吧。本来要做一个下午茶，现在真是要当早餐用了。同志们再见，拜拜。让我们看看我昨天半夜烙的饼。哇，还是这么让人失望。我先给它们分出来，现在也不能聚众吃饭。宝贝们，请等待我的美味吧。我觉得你们俩可能是最先能接受我这个美食了。昨天晚上，今天晚上我看见，我在想这是一个手吗？是个贴饼子，我还以为是一牛排，你知道吗？太像牛排了。我不管啊，必须我吃。这是像什么？我这叫玉米舒芙蕾，好吗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叫我 vlog 之王好吗？求你了。